2022年2月28日，一只钓只终于等到好天气。感觉还是有浪，看来又是腰酸背痛的一天了。糟糕，鱼跟铅都异常冰冷。目标鱼鱼体还是不理想。如今难得一见的幼稚园小班。永不缺席的大头城，大头城在18+1。又是阿成，这季节的盘子已经明显较小。看波，早早回港。
今日渔获黄金红盘帕头鸭独家选。